变身办公室麻达人，正面对付晋级的垃圾，跟浪费分手 ，reduce 减量，自备环保餐具，对内传送的公文袋重复使用，印刷资料使用再生纸或双面列印，以电子邮件代替纸类公文，废物变黄金 ，recycle 回收，做好垃圾分类，厨余回收，起死回生 ，reuse 再利用。使用可替换、可补充性文具，使用资源回收后美化的产品，不放弃 ，repair， 修理再使用。可修复物品应再继续使用。不速之客 ，get out，refuse， 拒绝非环保产品，不使用苯胶水、修正液、芳香剂等有害溶剂产品，使用对环境友善、有环保标章的产品。我们都做得到。